当然，如果你们不喜欢个性虫，明天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升到50级，直接在淘宝哥买一个超级泡泡，这一切都由你们来定。好，兄弟们，今天是咱们玩个武装。行了，兄弟们，我单挑巨型之神，竟然连个白丽丽都杀不过，这大战心魔确实有点东西啊，比另外一个分支确实要难。哎，咱们主要是为了拿成就啊，你以为我输了？其实我都是故意的，都是节目效果。这次我学聪明了啊，咱们直接再叫个宝宝，宝宝的话可以给自己卡大金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。嗯，刚刚确实是大意了。酒肉二开始啊，这个剧情就开始慢慢变得难了。这两个人我已经观察很久了，他们好像要杀酒肉二，刚好我要等一个白天，可以先看一下他们杀的怎么样。OK， 切入战斗，对面是来自金山市的酒肉和尚，这边是翼龙宫翼魔王。对面小怪输出很虚弱，哎，主怪还有点威力，龙卷伤害怎么样？156，还有个飞沙，飞沙怎么说？60点血。你别笑。前期的话确实法系比较虚弱，100多点秒带太少了吧。小怪继续平 A， 哎，这小怪怎么一直平 A 的呀？小怪不是会放技能的吗？有点放水，我怀疑对面放水啊！哎呦我去，这法系瞄过去，伤害是真的低啊！我感觉他们打不过，这小怪打怪一点都不痛啊，应该跟我一样也打服了。哎呦，主怪秒怪还是比较凶的。哎，这龙卷有点尴尬，有点尴尬，是真的很尴尬。应该打不过了，没宝宝了。看怎么说，哎，这跑了，没跑掉，哎，一个跑掉了，他好像死在这里了。我去 ，miss， 又 miss，
哦，机关要死了。要不我帮你杀吧，咱们自己也可以杀了，白天了，直接切入战斗。咱们开场的话就点小怪啊，应用剑法，然后女妖的话给自己卡血，别问为什么满血卡血，这就是细节。不痛，哎，不痛，哎，不痛，还行。我一搓，两搓，伤害贼高啊！我一回合打的输出是他们两个人一回合打的输出总和。这回合只求主怪不要秒啊，小怪无所谓，扛得住。你妹的，完犊子呀，兄弟们，没宝宝了啊！不过还行，小怪飞了一个，下回合一定要叫宝宝啊，不然他们根本扛不住。催眠我无所谓，唧唧歪歪，我去，你平躺呀，大哥。哎呦我去，主怪是88秒，真的很克啊！咱们只能给自己先点个灯了，然后乌龟的话给自己卡血。哎，封印无所谓，只要这个撑过去，基本上就赢了。哎，卡血卡上就可以，没问题。这把已经稳过了啊，咱们再把这个罗罗给点了。哎，抗风可以啊。哎，开始放水可以啊，我一下，两下，再来个阴雨应该就飞了。咱们继续搓，这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哎，可以封门乌龟无所谓，哎，继续放水，唧唧歪歪无所谓，给我搓一下，两下漂亮，直接击飞。这把赢面很大，咱们这把一定要稳得住，先给自己点个灯，再给自己卡个蓝。嗯，放水，哎，我能做没关系啊，小灯点一点，美滋滋。哎，再卡个蓝，怎么输兄弟们？对吧，再来个飘秒式，因为没气血了啊。哎，可以扛得住，哎，主干没有动，这英语剑法伤害还可以。这个时候继续飘秒式啊，万一主干秒过来啊，咱们就应用不了了，都是细节啊兄弟们。哎，你给你个挠痒痒根本就不痛啊。现在问题就是没蓝了，不过这个小怪要快死了。哎，不痛，给我飞。我靠，这小怪还不飞。咱们气血也不够烟雨啊，再平砍一下应该就飞了。小怪飞的话咱们基本上就可以赢了。嗯，金刚护法可以放水了。去你妹的。哎，你怎么能打，我操，怎么能爆400呢？没关系，咱们还有佛光。哎呦我去。哎，他是真的不放水啊，一个暴击能爆400，神经病嘛，平砍100多，暴击能爆400。我感觉啊，主要原因是咱们的宝宝不行了，可以看咱们武装输出是可以的，抽过去400、500，真的可以的。咱的宝宝真的垃圾啊，这系统送的大海龟狗都不用啊，还有个牛妖，这什么玩意，就是高级反击。咱们得搞个宝宝了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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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搞一个什么宝宝呢？泡泡怎么样？你们说，树冠好像不太行啊，巨蛙好像也不错。野猪也还不错，大蝙蝠不行，然后海猫神的话也还可以啊，强盗我也挺喜欢的。哎呀，真的很难选啊，我有选择困难症。要不学友们你们定吧，你们喜欢什么个性床，然后点赞最高的咱们明天就练哪一个。目标的话是工资1400以上，成长的话是1.24以上。当然如果你们不喜欢个性宠，明天的话我们也可以升到50级，直接的淘宝哥买一个超级泡泡，这一切都由你们来定。好兄弟们，你们武装换的口号我都看了，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，但是我还没定下来，容我再考虑一天。好兄弟们，感谢大家支持和免费小话，我们明天见。